都还没有人，我想说那就先排看看吧，然后就变得不小心变成第一个。我本来是上礼拜就已经有要排队，但是听说临时就取消嘛，然后就想说那这礼拜就来看看，那礼拜二也是想说那再看看，都还没有人，我想说那就先排看看吧，然后就变得不小心变成第一个。有拖着错误，尘埃来临时。